那好，中国大洪水的观众和听众们，大家好。那本期节目我们还是重点关注一下，武汉肺炎的情况。那首先让我们有请老 K。主持人好，大家好。哎，老 K 您好。所以武汉这个肺炎的情况看起来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哈。所以它的对。这个正式这个名字我看到叫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这是一种病毒吧，好像跟 SARS 对，还不太一样。那目前来看的嗯，话，就是北京已经有了，已经有实例了。然后，这个其嗯，他一些城市也有，然后日本也有了，然后泰国对，也有了。那包括今天就是在西雅图，美国西雅图这边也确诊了一例哈。然后当时当就是在嗯，几个小时之前的话，这边也有在开这个新闻发布会，跟大家通报一些情况哈。那嗯。外界估计哈，我看到有说可能已经有1000，就小2000人的样子。然嗯，后，当然从这个中国这边出来的情况来讲的话，好像这个数字还没有那么多。那对，您觉得这件事情从刚开始发生，然后呢到现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您觉得这些嗯，事情，正常吗？有没有什么您觉得是？特别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当然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尤嗯。其是如何这个避免感染上哈，因为我看到网上有说，用嗯盐水漱口，然后呢又嗯说一些这种的偏方啊，好像一些中药的东嗯，西，偏方喝完以后怎么样，所以也对，想去跟大家介绍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行之有效的这个避免被感染的一种方法。这个事儿呢，它是去年12月30号，从一个侧面公布的，它就不是一个政府公布，而是说有人泄露了那个。某个单位的这个，内部的一个文件，一个通知，那么以这种形式来发布，就是说，武汉的这个叫什么海鲜市场出现了这个病，出现了这个感染肺炎，然后比较重，然后就说政府呢，就武汉的那当地的政府呢和那个疾控中心呢，都是以一种辟谣的心态来说这事儿，就是从侧面印证这个传闻。或者说泄露的这个通知，那这个按照这个疾病发作的这个流行的情况呢，应该是发生在12月中旬就开始有人得病，然后慢慢确诊，然后病情这个开始扩散，然后就是整个过程就是遮遮掩掩的，就是又说这玩意儿可防可控啊，然后什么这个。病毒的这个类型呢，一直就拖着就不公布，也查不出来。我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纳闷，因为这个大家都按照这个，当年这个 SARS 的，因为在之前就是人类知道的这个传染病呢，就那么多，就是列在这个传染病防治办法里边，什么甲类、甲型的这个就是鼠疫和这个霍乱嘛，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事儿，聊过鼠疫的事儿，然后就说。照原来的这个路子呢，它确实是不用公布。但是呢，在那个当年 SARS 13年前 SARS 这个爆发的时候呢，就发现这套办法呢其实不灵，因为你很多是新型的疾病，你就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应对办法。其实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说对这个有一个以立法的依据来应对的这个要求，也就是说。发现了一种未知的病，这个病到底有多严重，它的这个扩散的这个传染性有多强，然后这个死亡率有多高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应对？至少我理解，应该疾控中心内部它至少应该有一套程序来处理，但是显然这看到这个里边是没有的。它正是因为没有这个所谓的无法可依，或者说没有相应的这个。应急的方案呢，所以他可以一直隐瞒，因为这样就是说从官僚系统来讲，第一，他做的这个事情，他是一定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哈，如果能够立功是最好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说无法可依呢，他就肯定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当地的当时的这个利益链条来决定自己是应该是如何应对，也就是说中国并没有这个共产党呢，并没有从这个 SARS 的这个疫情当中学到任何东西，
他只不过就是说随便应付就行了。这次的这个剧情呢，带上了很鲜明的这个习近平风格，也就是说这个是拼命的这个压制这个舆论的这个新闻的传播，嗯，就是明显大家都知道了有这么一回事儿，然后他就是说不可防可控。但是我要问一句，既然你都知道可防可控了，那你应该知道怎么治。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治的话，你怎么做到可防可控呢？这不是开玩笑吗？所以整个事情呢，其实是真正到了说扩散到了新加坡、泰国，到了韩国，到了日本之后呢，才真正掩捂不住了。也就是大家都提出了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说你们说可防可控，为什么说啊这个日本就防不住、扛不住，这个新加坡防不住、控不住，专门只传染外国，中国的这个各大城市都没有。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开玩笑？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都是很揪心的，因为知道第一，武汉它的地理位置，它就是一个九省通衢，它的这个水路和铁路的这个交通是非常方便，它是全国的这个主要干线嘛，的终点，中间点，它在这个理论上讲是处于一个交通干线和枢纽的作用，所以它的这个地方爆发，它比在其他地方爆发呢，其实更严重。比如说你说随便说一个省会级城市，合肥啊、西宁啊，它爆发它可能只是一个区域性的。但是武汉它是坐现在坐高铁4个小时到北京，4个小时到深圳，你说这个扩散速度，那就是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直遮遮掩掩，直到昨天还是前天，习近平在官方发现在是1月20号晚上，习近平才针对这个公开讲话之后，中央和所谓的这个武汉地方才成立什么所谓疫情防控指挥部。那这说明什么呢？这个这不是你一个这个一锤定音嘛，大权在握，就是没有你发话，所有人都不敢说一句，都干一件事情，哪怕是成立这个疫情防控指挥部。共匪有一个这个很经典的这个处事方法，叫做这个内松外松内紧嘛，就是表面上我们对外好像是挺松弛的，就什么措施都不采取，但是我们内部采取很多措施，严防死守嘛。但是这一次看见，就是中共的这个内部的所谓的内松外紧都没有，外松内紧都没有，也就是说真的是这个从上到下都是战战兢兢的，不敢做任何一件事，没有习近平发话就没有做不了任何一件事情，哪怕是进行一个秘密的内部的一个防控他都没有。所以说你说这个说可防可控，这一点来讲他都没有采取任何的这个防控措施。然后现在又是遇到了这个春运的，就是在春运前后就是一个高峰期，如果说武汉进行了一个，比如说进行了一个封港，全部交通全部中断，就只许进不许出，这种方法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措施，就是至少把这个事情限制在武汉内部。但是呢他没有采取，因为这个如果说你一旦把武汉给封港了，那基本上全国的南北交通和东西的交通都会遇到很大的阻碍，这样子造成了很多这个人员滞留啊，比如说这个当年的这个华南的这个雪灾啊什么的，造成人员滞留，很多人堵在路上或者堵在某个城市里边，这样造成的这个政治后果呢其实也是很严重的。这个当然我相信武汉的当局呢，或者是湖北省的当局呢，他们也是有这方面的顾虑，但是呢看到现在这番操作起来呢，其实他是还是其实跟这个励志国家，就是大一统励志国家一样，就是只要中枢不发话，所有人都不敢动一动。这个跟局面，你虽然说中国是一个大的大一统励志国家，但是在这个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呢，其实它是各个省市都是有分权的，其实理论上讲不应该说噤若寒蝉，连这一点基本的动作都不敢做。那么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再度列宁化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你连这种事情基本的卫生防疫都不敢去自己去或者说自把自为，或者说按照自己的权限，法定的权限，你有权做这件事情你都做不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体现。那么从这个疾病本身来讲呢，它虽然说不是 SARS， 但是要知道这个 SARS 它这种病例呢并不是说以病原体来定义的，也就是说因为 SARS 它叫做这个重症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嘛，
所以它按照来或者说按照非典型肺炎来讲的话，它其实都是属于你只要是得了一个肺炎，然后呢它是非常快速的这个发病完了，它直接就进入了一个重症的状态，就是说这个用药物用现有已知的药物都挡不住，这种情况下你都可以定义为 SARS 或者是非典型肺炎。它不倒不是说一定要根据这个病原体，但是现在来讲发现的这个病原体呢跟 SARS 的这个是有这个比较接近的，它是可能是一个变种，就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也是从这个也是传说是从这个野生动物身上带来的。但是目前最诡异的是当年呢还有这个广州的这个 SARS 爆发的时候呢，还说是这个果子狸啊，吃果子狸，从果子狸身上给提取到了。但是这一次呢，武汉居然连个这个替罪羊都没有，你说是竹鼠啊什么，他也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就是路德就说这个是不是从这个就武汉有一个这个生物实验室、啊、对对对，是不是就是这种生物战的这种武器，是故意投放啊，还是这个？我当然就说我不太赞同这个，在这个阶段就谈这些阴谋理论，但是很有可能就是说它是某一种泄露事故，或者说是某一种巧合，但是不能说就是说既然武汉有这个研究所，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玩意儿给查出来？而且那个我在想起一个企业，就是那个大足迹华大基因，他不老说这个吹牛嘛，说他们这个检测基因检测怎么厉害，怎么这一次他们倒是悄无声息的，他没有参与到这个基因测序吗？如果现在有这么先进的这个测序的手段，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病毒病原体的这个基因给测出来？所以这一系列就透着非常诡异，其实是第一是一种无能，第二是一种这个第二是一种确实有存在这种说病毒实验室泄露出来的这种危险。第三呢，这个事情呢，你说是故意投放呢，这个我有一个疑点，就是说这个冠状病毒它如果说在实验室里面它是存的是样本，它不会进行繁殖的，所以它就不会进行这个基因变异，因为这个病毒都是在这个代际之间发生这个基因变异，然后才产生新的毒株。那么它要真正起到作用的，就是要在大规模的这个宿主之间的传染，像这样一次这次的这个传染，它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时候呢，它在不断的繁殖，那么在不断的繁殖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新的变异。那么从刚开始的可能不会人传人，到后来的人传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是通过这个空气传播，通过接触传播，但是后来可能转变成这个可以空气传播，因为它只要说在这个有一个营养条件，在一个这个大量繁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会爆发。所以呢，如果说不及时扑灭这个传染呢，它的这个变异呢就会是非常快的。尤其它是一个 RNA 病毒 ，RNA 病毒就是说我简单科普一下，就是 RNA 它是一个单链的这个遗传物质，它跟我们人体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DNA 不一样 ，DNA 它是一个双链的。双链结构呢就保证说你为什么会有第二条链呢，就是它是有一个这个数据的一个验证和校验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就不会让你的这个你的遗传信息呢会很轻易的发生这个突变和改变，只要发生错误它就可以进行自动的修正。但是在 RNA 这个系统它就是一个单链的一个这个核糖核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这个它发生变异的每一个片段发生变异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数据校验的这个机制来进行纠正，所以它发生这个变异的这个速度和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就很危险。如果说传播的人更多一些，就是十万几十万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变出无数种的这种新的变种。这个大家可以玩一下那个叫 Peg Inc.就是那个叫瘟疫公司这个游戏，对对，它里面就那个游戏很清晰的阐述了这个疾病变异的过程，它会产生不同的新的性状。那么现在从防护方法来讲呢，其实最简单就是不要去人多的地方，第二是出门一定要戴口罩，然后要就是回家之前就是吃饭之前一定要用那个消毒液洗手最关键还是尽可能不要出门。现在我看到的就是国内的这个口罩就已经脱销了，
所谓的口罩脱销了。我一个朋友前两天就是说在国内京东上买了什么 N95 口罩，送过来的就是那种工业粉尘的这个口罩。他说这个东西你这是假的呀，这个我怎么能买呢？但是他想想你也不能退呀，退了你跟已经脱就这玩意儿已经脱销了，你说去哪？还能再怎么样？其他的那个什么特效药，那都是扯淡的事情。你说这个东西它的致病机理，它的这个特效药，它在临床实践当中都没有发现，但是就是传统的抗病毒药，包括什么达菲啊，都用都没有作用。然后你说中医突然就拿出一个这个处方来，就说这玩意儿能用，那简直是胡说八道。然后他也是我看了，这就是传统的一些连翘啊、金银花，就是发热解表啊之类的这种就普通治感冒的这种药。然后他自己也有一个备注，他说这个你也只限于平时啊，加强预防，要是得了病赶快去看吧。不 胡扯吗？这玩意儿你说这个。听说板蓝根也要脱销了，就是说这个情况，这种情况下的这种安慰剂，大行其道。然后另外一个有一个现象，其实大家要注意到，就是说有在网上有人说，就是说我们得了在武汉得了这个发烧啊什么的。我之前在那个节目里边也提出过几次，就是这个共产党中共他对这个医院的控制已经超过了说科学的限度，就是说医院就是有病就是有病，没病就是没病。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素养嘛，就是最基本应该做的。但是他为了控制所谓的一个发病率、发病人数，他很多人发了病啊，说你高烧，然后呢，他就不诊断说你是病毒性肺炎，他或者说诊断说你不是这种病毒性肺炎，然后就把你打发回去。其实这个我在现在已经在网上已经看到很多的报道，就是说，只要说你生了病，说你去查，不给你查。就按照一般的这个肺炎给你治，或者说呢，就是给你开点药，自己回家等着吧。这种情况就已经很普遍了。这个有点诡异，就在于什么呢？至少在这个非典的阶段呢，非典的时期呢，当时政府它是一个胡温的刚刚接手的阶段嘛，他好像国家还有钱。你那个时候就是说，只要有人发热，那就是如临大敌，把整栋楼给你封了，然后这个进行消毒啊，一通弄。照政府的这个逻辑来讲呢，它第一，它显示出它的这个重视程度；第二呢，它也是在财政上呢，它有支付之后呢，这些人呢，哪怕是你没病，他也弄个由头，把这帮人给弄起来，然后他就通过这个来报销他的这个费用，他就其实可以上下其手也拿一些钱。但是这一次就很奇怪，就是说就拼命的掩盖完了之后呢，拼命的想把这个事儿变小。然后在采取措施方面呢，也没有真正的实行所谓的这个社区内的这个隔离呀，就说只要发现了有病人，就把你们所有整个楼隔离呀，做出这种管控啊，甚至说病人都不愿意收治。那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明这个政府已经连这种处理这种危机的钱都没有了。那正是因为没有钱了，所以才会把这个病人往回推，甚至往家里推。这个事情就是非常恐怖的。那所以，我还想问几个很基本的问题哈，就是叫所谓新型冠状病毒的这种肺炎，它的亡率到底会是有多少呢？就是比如说100万病，到底会有对，多少人最后会死掉呢？现在目前从这个官方报道还有他那个内部通报来看呢，他的死亡率并不是特别高，对。可能也就是一个1%到4%吧。但是这个第一有几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说的这个死亡的这个病例呢，第一它是有一个基础性疾病，比如说这个有慢性的肝炎呐，或者说有慢性的这个支气管就是慢性的这种肺炎呐，这种有基础性疾病的时候，它治疗它是因为没有这个针对性的这个药物治疗，它只能采取支持的疗法。什么叫支持疗法？就是说我支持对症，就是说我抗病毒其实这个作用是无效的。那么我只能说给你打一些这个激素啊，就是它压制这个炎症反应，炎性反应就是让你的这个肺部的这个炎症啊没有那么严重。第二呢，我就可能说你缺液体，我就给你补点液体；你的心率高了，我就给你降一下心率；你的血压高了，我就降点血压。它只能说采取这种对症的办法，其实就是一种维持。你能不能好，这个完全就是，你能不能好就完全看你个人的造化。当然这个事情是。只能说现在的目前的病毒呢是没有那么高的致死率，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遗传，就是从历史上的所有的这个传染病呢，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最理想的这个病毒的传染呢，它的这个生就是说从这个进化理论来讲，它是尽可能的要把自己的这个遗传信息给传下去，就是这是这个所有生物的这个一个原则。那么如果说它的致死率太高，或者说马上就造成这个宿主的死亡呢，它肯定是不利于它这个病毒的这个生存的，或者说所谓的这个进化的。所以现在目前的这个进化的这个死亡率是很低，但是呢并不排除说它的这个死亡率会马上会出现新的变种，新出现比如说包括空气传播，它的或者说传染性更强，或者它的死亡率更高，它可以说如果说作为一个生物学的这个生物战的这种方法呢，那最好就是说一个星期潜伏期，然后一个星期发病，然后再过一个星期的病人才死亡，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是最理想，造成的这个危害最大。而目前来讲，现在看起来就是说从当地疾控中心和那些专家来讲，是第一说不准传人，那现在就是有限度变成有限度人传人，现在是现在已经变成是肯定是会人传人了。但是这个死亡率呢，其实是它传染的人数越多呢，它的这个变异就会越大，那就很有可能会它会发生新的变异，就是让你的这个死亡率上升。OK， 明白了。所以我还想再问您一个关于这个传染的这个问题哈。所以这个病毒是在潜伏期的时候，就是可能大家没感觉的时候，它就传染性了，还是在发病的时候具备传染性呢？这个具体的这个传染病学的这个东西呢，现在还没有一个就是一个实际的数据公开，也没有这个很特定的这个病史的这个支持。但是照常理来讲呢，这个在它的这个感染期间呢，它如果说有一定的这个机制，它是有传染性的。但是我们不能百分之百说它没有传染性，因为这个病现在在不断的变化过程当中，我们也没有过去的数据，所以不好说。但是呢，它在现在就我看到的一个报道，就是说在发热的期间呢，就是肯定是有最高的这个传染性是最高的。发热在这个对。而且它的这个疾病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只要一发热，你的那个肺部马上就会出现这个肺炎，就可能说在前一个小时还没有，第二个小下一个小时就可能就全肺就已经开始就是出现这个炎症反应了，就开始在影像学上就已经看得出来了，它是一个非常进展非常快的一种疾病。OK， 明白了。那即使未来治愈的以后的话，是不是肺部还会受到这个伤害呢？它会对以后的生活会有些影响吗？它本身这种冠状病毒，它本身就是对肺部进行这种伤害的炎症反应的这种打击。那么这个后边的这个后边它就是远期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没有相关的报道，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跟踪。所以现在暂时不能说，但是呢，你肯定的有一点，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肺部遭受了严重的感染之后呢，它会有一些这个利于这个恢复的这种因素在里边，它就可能会造成一些远期的影响。同时呢，因为你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刚前面也说了，它的这个很大的这个治疗原则，除了这个抗感染，除了这个隔离之外，就是一个支持治疗，使用大量的激素，对你的这个使用激素的这个过程呢，它本身就是对你的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个压制。同时呢，大量使用激素呢，对你的这个很多这个人体器官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就是看那个当年的这个 SARS 的这个感染者，治疗之后呢，有很多人他就是有一个这个后遗症嘛，就是因为使用激素导致这个骨头坏死啊，这个这种基本上就丧失运动能力，或者说生活都不能自理，这种状况都很有。OK， 明白了。OK， 所以是这样哈。其实关于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确实刚才你也提到有很多阴谋论，觉得这是比如说刚开始为什么只有武汉和香港，觉得这是这个共匪之间制造一个病毒哈，然后让这个。可以让他们停止再去抗议哈，所以这个姑且不谈哈，但我很想谈谈就是说，您之前的这个深圳来信哈，叫彭城来信，
小说里面，其实你已经提到了或者叫预言了这种事情会发生哈。那您当时为什么就会想到这个事情在这个大洪水这个阶段的时候，一定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您是怎么能想到？这个事情其实跟这个大一统帝国的，或者说跟就是大一统帝国加励志国家加上共产主义这两大毒素放在一起呢，就是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第一，就是被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本地政府，就是或者说各级政府从下往上都会产生一个自动的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这种瞒报的这种动力，他不会说自己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他都会蹦出来就到处宣扬，这是肯定的。包括这个当年这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不管是什么事情，他都会进行这个冷处理。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在从财政上来讲呢，爆发这样的一个疫病呢，它是在这个现在这个政府的财政当中，它是没有相关的预算的，或者说相关的预算已经被挪用了。尤其是到了年底，12月30号，或者说12月15号。发生这个事情，这个时候他其实整个预算都是空的，没有钱去处理这件事情。你要想想，这个东西处理这个疫病是很贵的，它跟打仗也差不多。它的这个，比如说最简单来讲，一个 N95 的口罩就要20多块钱一个，然后这个防护服，就是那个我们在视频抗争的那种 3M 的防护服，它也是要60-70块钱一个，如果进入政府采购的序列，可能就是200-300块钱一件。那这样子会飞速的这个消耗政府的财政。基本上在按照 SARS 的，当年我了解的 SARS 在深圳流行的时候，我不能透露太多，反正就是政府呢，他对医院他是采取这个措施。第一，我是拨款。第二呢，我就还是跟你欠着，就是有些钱是，就比如说人头费啊，就是人工费啊。是我可以给你欠着，就是欠着说我以后再给你，你先干，你先弄。实在需要进口或需要买的东西，它可能是真的是花真金白银。所以就说在这个在任何一个情况下，这个财政的这个漏洞，财政的这个空缺，它是很难弥补。当然深圳市那个事儿我后来说一下，他后来他欠的钱他就不了了之了，就不给了。所以其实医生很惨的，这医疗系统都是说你又搭性命，又搭人工，什么都是白干。然后过完这个事儿之后呢，你就该怎么整你照样整你。所以现在就很多人都是有这个怨言的。所以按照他的这个逻辑来讲呢，你的这个发生就是发病，这个发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就是自然现象，是没有办法去阻止的。就是跟我们之前聊过这个鼠疫爆发一样，还有当年去年的那个前年的那个猪流感、非洲猪瘟，就是一个预演嘛。就是政府你虽然说是说你这个高度重视，你要去控制，但是实际上你在花钱的时候你就舍不得花钱，或者说没有花到这个钱，没有花到真正应该花的地方。他不是专家治国嘛，所以共产党最讨厌的是专家治国这个说法。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花钱也是，第一是花钱表面上看起来花钱如流水，但是真正落到实处的，就是落到有用的地方的时候，它是百分比是很低的。同时呢，他现在又没有钱，所以在这种三重的这种压力下呢，会导致他的这个财政上非常大的负担。你要去真正的要治理这件事情，你是得要花，可能就说跟那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一样，就把整个苏联的这个家底全部花空，而且还不一定说真正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是呢，你不花这个钱呢，那就全国就瘟疫呗，那或者说就干脆就没有办法，大家都躺在家里别干活了呗。OK， 对，所以其实因为这件事情来讲的话，让大家联想到 SARS 哈，然后当时也联想到这个王岐山啊，当时王岐山其实在，反正都说是他是救火队长，然后他说是怎么样成功控制了北京 SARS 哈。那如果现在到这个情况，那已经几个城市都有哈，之前可能好像只是北京，现在来讲都有，包括国外。那如果当然刚才你有提到这个习近平也下指示了哈，我们现在要控制住。那如果您要是来负责这个事情的话，您要来准备花这笔钱的时候，到底怎么才可以真正的就是把它控制住呢？那钱应该花在什么地方？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现在目前来讲呢，你真正能花钱的地方主要是在这个疾病的这个防疫上面。就是说第一，你是所有的这个城市就是尽可能的就不要这个尤其是有这个有病例爆发的地方呢，就及时的采取隔离措施。这个隔离措施就要花到这个人力，把你这个比如说道路封堵啊，许进不许出，你这个您说的隔离是要隔离整，不是把人隔离，要把那一片区域隔离是吗？对，减免，就是说你按照这个，人类历史上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传染病，包括这个欧洲的黑死病啊，包括这个美洲的一个印第安人被感染天花什么的，第一个就是人员流动肯定是造成这个传染的第一因素嘛，这个你要采取的措施呢，就是说很多城市都是进行这种所谓的这个。quarantine 就是这个隔离，人员呢可进不可出，这种方式呢，你至少在保证，就是说你的这个在你的这个局域呢能够控制住你的这个病毒的扩散，你不能说至少不能说像这个武汉这样子，都已经一个月了，还这样子这个五照跳马照跑，该去哪去哪，往哪全世界乱飞，这肯定是不允许的。而且因为确实就这样，如果说这个不同的病毒它有不同的这个潜伏期，它的潜伏期不同，你并不是说你在海关上设一个这个体温测试，这个实际上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因为如果说你当时没有发病，但是你带了这个病毒，那么这个时候你是测不出来，实际上拦不住的，那只能说我整个的全部就 quarantine。 那么全世界现在目前来讲，我怀疑就是说，如果说你中共政府不对武汉进当时就是上个月不对武汉进行这个隔离，这个交通全部停摆，那么正不好意思，那现在全世界对中国进行这个 quarantine 就不允许你的人出来了，那就是这样子，所谓的 quarantine 就是不允许你这个人员出入嘛，你后面包括这个物流全部中断都有可能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你要供应整个城市的这个食品啊，这个基本生活的支持呢，这个时候就要可能要花到一些钱，主要是在物流上面来做一些这个想办法做一些处理。但是这个是最基本的，这个隔离是最基本的。那么至于说你这个药，说实在的，这个目前来讲可能还是在短期内是不会有的，那就只能说让它在武汉市，比如说在这个感染的区域内全部爆发完了之后，过一段时间如果再没有检出新的这个病例，那么基本上就可以解除。同时呢，你把这个病毒样本发到全世界各大实验室，让他们去研究。这个是只能说在科学研究范畴之内的事情。按照以前的方法，你也只能说，真的确实人类就有很多病，就是你又治不好它，但是它自动就好了，死了就死了，那活下来的就照常活着，你也只能是采取这种方法。其他的其实用途都不是很大。OK， 明白，多谢您讲的非常清楚，也感谢您的时间，然后给大家解释，反正我自己是清楚多了。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也感谢能够收听本次节目的观众、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次再见，多谢老 K。好的，好的，谢谢。